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来玩这一款小游戏啊，叫做《地球毁灭前60秒》啊。老头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收藏库里面多了这款游戏啊。好，有时候真的自己买的或者是自己去安装的都不知道哦，应该是说都忘记了，因为毕竟老头的收藏库游戏有200-300多款吧。那真正买来玩的好像也没几个哈，也有那种收藏癖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不是这集的重点，好不好？这个只是题外话。今天重点我们来玩一下这个《地球毁灭前60秒》。那这个游戏大概应该就是意思是说，60秒之内你可以做多少事情啊，然后可以拿些成就之类的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Go， let's go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应该会有一段剧情吧。紧急新闻，新闻主播这么说了，美国什么宇航局，那是念宇吗？对啊，应该是没错吧，应该不是应该简字体吧，反正就是宇航局表示陨石将很快降落地球啊，就即将摧毁。令人惊讶的是啊，他说什么我们在地球被毁灭距离只有60秒。我刚才说了什么鬼？我只剩60秒可以活吗？我勒个去！我花了20年才爬上新闻主播的位置，拉倒吧！爱谁谁，别工伤啦！爱谁谁，我也懒得管了我的主播事业。哇！大家一起完蛋吧！哈哈哈！因为60秒了，有没有？大家就直接啊，你家，这我家啊！地球真的要毁灭了吗？难以置信。那我剩下这60秒可以干点什么事情呢？真的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非法的也行吗？这种苹果树这样子啊，苹果树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看不懂，没时间想这个了，走吧。60秒 ，Ready Go， 60秒可以干嘛？这边可以选择攻击哦，暴力行为跟变态行为 ，G 跟 H，AD 是移动。哇，那这样子我滑鼠就没屁用了，空白键。如何玩？哦，哦，变态行为这样子。哎，为什么时间没有倒转啊？哎，时间没有停啊？好，开始了。哦，还可以偷来哦，偷亲偷亲，乱亲一通，乱亲一通。哈哈，哇，有美女，哇哇，我亲了她之后她就揍我，我靠，把我们打死。亲好亲满，亲女学生。哇！直接被学生揍啊！这个可以破坏进去，亲一下。哇！这个打不过去。哎、欸，这个太硬了，这個、太硬了，完了完了，我时间快不够了。你，哈哈，亲。哎、欸，依然顾我、欸、这家伙，完了，看来这不太行。干，那么亲密的哈，我要冲过来揍我。我拿到什么？棒球棍。哇！跟着变态亲亲，他觉得恶心，打死他！有大狗狗哎、欸，大狗狗会不会帮我打那个？我、哦、快来不及了，剩下一秒哦，被呼啊！时间到，地球毁灭 ，bang！ 哈哈，结束了，我们人类已经没命了，我最终还是死了，不过这辈子还是过得不错的。你辛苦了，快起来吧。自己死，哎，居然戴上 VR 了。你刚进行了一场基于虚拟现实科技的性格测验。没错，我们最新的科技就像电影一样，《黑客帝国》。透过分析者测试者这个行为，我们能了解到测试者的真实个性。你的家人也一起观看了这测试画面，哇哈哈！啊，你，哈哈。你们都在看我了吗？儿子啊，妈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简直就是人渣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是个变态，还有女朋友哎、欸，可恶，我有女朋友，我真没想到你会选择杀人，咱们分手吧。Oh my god， 叔叔，你杀人的时候好好笑，好玩吗？我长大也好像你要成为杀人魔，真小，要好笑这个杀人魔被加入到结局列表。啊，他这好像有多重结局的样子吧？啊，结局列表这边有显示啊，要看提示吗？随便玩就行了。
拖下水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多成就哦。我们来解一下这个拖下水好了。你可以在西边的核武试验得到一个核弹。哦，斗牛犬貌似看到熊雌性的会转移注意力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拖下水的这个结局哈、哦，把它打爆。来，我们亲狗狗。哎呀，这个不要挡住我，走开。亲的，嗨，你好，我们这边有斗牛犬，送你的。God，嗨，你好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金子也金姐。哎，居然不鸟，我、哦、直接拿枪乱敲了这个。哦，这些喵哥，遥控器，点击使用，点击使用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，结束，啊，根本不需要陨石，啊，我们自己炸自己了，陨石表示 ，What the hell？ 妈，我的女朋友智贤还有五岁的侄子，你们都在看了吗？我觉得幸亏提前参加了性格测试。我同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让他与社会隔绝？他就是自己不得动的时候，也要拉别人拖下水的那一种。用核武杀死每一个活人，太丧心病狂了吧？这时候干脆把我们全杀了吧，反正有一天我们都得死。长大后也要像叔叔一样多杀点人。哇塞，好，这就是拖下水的结局。这搞毛哦？那我们来看一下陨石爆炸的结局是什么？乘坐火箭哦，把西边核弹拿走，为了更多人的未来牺牲。所以说，我们拿到这个核弹不发动，直接去坐飞船，是不是？送你啦，滚，我的，快点，这边有没有路？没路。好，拿到了，拿到这个之后，我们不要启动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地方，哎呦，美女呢哈，哎呦，美女，金姐，金姐，哦，好，把他射死了，哇哇，飞船被我们射爆了 ，Oh my god， 这不对啊，大哥，飞船被射爆了，这个有没有其他结局啊？我还蛮好奇的、欸，啊、哦。这个看过了，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刚把弄爆了啦，重来，不要再射爆，不要再射爆了，很危险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枪，哎、欸，我要枪嘞，没有枪过不了啊。回到主画面，重来一次哦。去死吧，坐上火箭 ，yes， 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啊！上来之后干嘛？上来之后启动我们的，启动我们的核弹。哎呦，把它给炸了这样子。哇，新结局，新结局，好笑、啊！你们都在看儿子，你干了政府军队都不干不了的事情，你这是在令我骄傲了。不过你真的太棒了，你简直跟《世界末日》里面那个布里威斯。哇，自杀这样子，那个世界末日那一部嘛，很酷。不过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，你拯救了地球，我真不知道你有这么有责任感。叔叔，你激发了我长大的献身的精神啊！激发了我为大义献身的精神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加了一个，非常好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阶级列表哦。我们还有这边哦，英雄。如果你是一名英雄，你不应该在拯救地球的时候误杀任何人。任何东边的警察经不起美女的诱惑，或者抱棒球男孩。诱惑你泡棒球男孩可以得到一个棒球棒。哇塞，这什么奇怪的结局啊？那个棒球男孩是不是就是这个、啊？是不是？还是右边那个？亲他，亲他。他是八我哎、欸，棒球男孩在这里亲一下，就这样子。亲亲亲，
我们现在等到时间到，不是吧？我要等到时间到，好，我们等到时间到看一下好了。拿着棒球棍，好，时间到了。结局是什么？哎，他连那个陨石击落动画都没有了。看一下他们说什么。你为什么亲那些男人？世界毁灭前，你居然做那种事情，但是妈妈会支持你的，开心点，妈妈支持你。支持多元成家，原来你是个基佬，藏着也很难受吧？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那我就不会把我的生命浪费在你身上了。再见，哇！叔叔亲男生真的那么爽吗？我挺好奇的。这样亲还是这样亲？舌吻，舌吻，舌吻，恶心，恶心。明天我要把舌头放在我们幼儿园的男生嘴里，恶心。先生，你的检验已结束，结果令人难以置信。实际上，我也是一挂的。哎呦，你想不想跟我去喝咖啡啊？笑死！哇塞，还弄一张图，基友图啊！因为世界末日，所以说就直接啊，反正都世界末日了嘛，不如公诸一次，说我出柜了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是英雄哎、欸，是哪一个啊？我靠，是真的出柜啊！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达成的。咱们能泡多少男人就泡多少男人啊！这英雄怎么做？不应该在地球误杀任何人。哦，东边的警察经不住美女的诱惑，东不杀任何人。东边的警察经不住美女的诱惑，你泡棒球男孩可以得到一个棒球棒。我们亲一下这个女人好了，然后她来扒我。来看他会不会跟过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没有跟过来啊？哎、欸，跟过来，跟过来了！来来来 ，Oh yeah！ 然后我自己乘上火箭，不做任何攻击就对了。哎呦，结束了，我是 Hero！ Oh yeah！ 啊，不对啊，啊，我来这里干嘛？可以得到一个棒球棒。啊，不对啊！我在这里，我也是死啊！哎、欸，不杀任何一个人啊、哦！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但这样有没有其他结局啊？这样有没有其他的结局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看看就知道了。嗯？亲爱的啊，我已经有你了，我不会傻到再想其他女人。知道错了就去死吧！不要啊！哦、啊，亲那个女人被揍啊！呵呵，刚刚太快没有看清楚，结果我是因为这一招然后死去了，最终还是死了。梦里的梦是不是？你神经病啊！哈哈哈。还来啊！开心60秒结局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亲那个女生，然后那个女朋友吃醋了这样子。快快快快快，时间很赶啊，狗儿快点、啊！来，给我棒球棍，谢谢。有了，有了，好，我们有40秒，来得及的。啊，60秒。成为英雄就是我了啊！我这就是英雄，我因出生的。哎呦，我想说我亲错亲到旁边的男生呢、欸。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剩下20秒，大哥快点 ，Go！ 有有有有有，哇，14秒，
快点，我们要成为英雄啦 ！Nice！ 哦耶啊！咻嘣！把陨石给炸了，地球再度恢复以往的和平。我看一下。好，妈妈说什么？儿子看到你拯救世界，妈很欣慰。可是我觉得你不是我儿子，我感觉我在看一个超人为主的电视剧。告呗，你还是那个我认识的男友吗？你在这之前做过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测试？你不是为了跟我秀才才练这个的吧？叔叔你好酷，哇塞！我以后要成为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个成为这样，获得了英雄成就。好，我们来看其他的。我们还有什么？疯狂杀人魔，独自逃跑，还有发呆。发呆其实应该就是放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吧。我们来当个杀人魔好了，把人全部人都杀光。这时候呢，只要拿我们棒球棒，其实也不用棒球棒，看到谁就杀。干，奇嘞。狗也打，完了，这样过不去了。哇，我们这样子没办法成为杀人魔吧？时间到，成为杀人魔了吗？儿子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杀这么多人？你死前就干了这点事？你好警察吗？我这里有神经病，快来抓他！反正大世界末日也就见一个杀一个，你说的没错，所以哪天我也死了，反正我哪天也死了，你杀我，我自己死都是一样的。我也是一样长大，要成为这样子的人，没错，这样子获得杀人魔成就。他也被带走了，小弟弟也被带走了。杀人魔成就入手，再来，剩下独自逃跑。你坐火箭的时候能够左右，别管的发呆呢，啥也不做，保持自然呼吸就好了。哦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现在试试看逃跑的，好了，嫩，走开，冲啊！安尼就丢啦！喂，再见了，陨石。Goodbye， 独自逃跑。陨石就这样回来，哇！那我没想到，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。哇！坐着宇宙飞船自己逃走这件事情，简直都没有想到。天哪！啊！哇！他没有把他拖下来。不要起床，儿子！我还以为你跑上飞船是为了摧毁陨石，但是你却坐着飞船自己逃走，真没想到是这种自私的人。咱们分手吧！果然还是自己性命最重要啊！我也会像你一样在危险的时候逃跑。好，我们就没有把那个视讯，不是没有把那个什么那个虚拟实境给拖下来了，直到永远 ，forever。好，我们剩最后一个了，独自逃跑。没有嘛，我们剩最后一个就是发呆了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就在那边等那个一分钟好了。好，剩下十秒了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哒哒，结束。哇，发呆结局，这是哪？呵呵，他们说什么？呵呵，这才是我儿子嘛！我太为你感到骄傲了。如果你杀别人，我会很失望的。我太欣慰了，亲爱的。我觉得那种情况还是什么都不要做最好。哇靠，总感觉好像除了当英雄之外。不会被嫌弃。不对哦，当英雄还被他们嫌弃哦。你什么事情不做，他们好像都一致赞赏你这样子。
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会在那里不动，不伤害任何人。这才是我男朋友嘛！参加这个人性测验真是不错啊。嗯，啊，那个小孩子呢，就没有任何的那个、哦，那我一个胜利姿势，哎，这个，嗯，画风非常巧夺天工啊！天啊，嘻嘻嘻嘻嘻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小孩子，芝芝表示，啊，无聊。侄子后面才出现无聊解完了，哇塞，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怎么多了一个问号？问号啊？无限的时间吗？你好，我是博士，我真的感谢你从头玩到尾，谢谢。在我们结束这个游戏之前，我终于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最新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。透过分析你在游戏中干的事情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想不想看看？哦，秘密哦，真有趣。你的第一个结局是杀人魔结局，显示你是一个正常人，你不太把游戏当一回事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我不太把游戏当一回事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只是玩玩罢了。所以第二个结局是拖下水结局。虽然你们全家都在看你，你还是按了核弹按钮。你真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。哦，他是针对每一个结局你所做的总结哦。我第一个是哪一个啊？我第一个结局是哪一个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出自于好奇心，可以去按按钮核弹。你认为游戏始终只是个游戏？好的，到这里结束。哎、欸，他只帮我分析两个，他不是分析全部哦。我以为他会分析全部，所以说我对于按钮这种东西产生好奇，然后一直都认为游戏就只是游戏。没错啊，他说我正常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些分析读读就好，别当真。我经常想象我们人生就像《黑客帝国》里面演的虚拟现实一样，就算真的这样，那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是时候道别了，真诚的感谢你玩这游戏，再见 ，Good， 没有啦，哦、oh, ，一个这样子 ，Thank you for playing 这样子，哇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然后好像切换不了，还可以，结束了 ，Oh yeah， 好吧，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毁灭前60秒，我就觉得还不错啦，如果它有续集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玩。是一个蛮不错的小品游戏哦啊！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 Steam 上面找，好像要钱还是不要钱，忘记了。好吧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小游戏再见面了，拜拜。